好，现在准备去工厂，现场开盘木纳料，石头在这，一大堆。这个地方有个南墙，你看嘛，这种肯定要敲的，因为它有裂啊，这种切的话，切的话不好切。对吧，这块看有没有用，肯定有用啊，这里还有用，这里做一个鱿鱼，做几个鱿鱼，给它洗一下、不是省，这个是它是成的、就是、为了保料，对，这种也是要敲出来的，这种也是敲的、那你敲一下，哎呀，我感觉直接上锤子吧，发财了，完了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玩什么？哇，感觉里面更好了。这冰糖雪梨，你怕什么？冰糖啊，这都可以做一个界面来出来看一下了。啊啊，让它磨一个界面。这里这里这里敲掉，弄个界面。可以，感觉可以啊。级别不到，但是可以够清楚。做一个小件也可以。那我看没什么料，那块没什么的，这一块到时候全部切出来做小件，主要是盘这个地方，切一个。那些还有小件呢，那些小件也拿去做小件了。拿呀，全部拿，全部放在这里。这怎么切？先这样啃嘛。这个薄的地方可以先去掉嘛，多余。准备把这个料子把它切开啊，就取一下件，看看能取多少件。好冰啊！这真可以，切薄了更加冰，切薄一点，切到六七这样去更加冰。啊，这雪花棉是真好看啊！我直接现切了，你怎么现切？就是对半啊，对半现切。但这一块的话，如果是就这边塌进去了呀，对半现切就不怕伤料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开这里，先开这里，然后再现切。对，我也感觉先开了再现切。能开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先把这个开了。回来了。开这个地方。我感觉或者这里刀是吧？对，开一刀。先考虑清楚先。把这个地方开了，管他妈的。发财了，我操，我操，真发，真爆色了，我操，哇，这个再切应该还有色，哇，这个真的可以啊，那个老板说那个切出来还有那边肯定做的，你看更加多，哇，这发财了，发财了，你看人们都看不出来有颜色，有他看有这种他随便都2万能卖吗？这一片都2万了，可以了，亏本了。搞贵妃手镯，贵妃应该有，这里靠它，你看前面看看，这一条手镯好几万、啊。贵妃应该前面这个难得的惊喜啊！我们这一块爆色了吧？开玩笑，以后石头都拿给我去切，一切就是色。哦，可以啊，小汤，可以。来来，我装个逼，我发个视频装个逼，来开，哎，放几个人，然后你们要配一点声音，你哇，来，你们来，我们见证，不是啊，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面对积分吧，我操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，见证奇迹，哇暴力了，暴射，哇哇靠，射进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随便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是赌什么，现在是赌这条裂了，看进我们深不深，对，这条裂如果不深的话可以搞个我们等一下的话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先把这个切出来、哦、切出来，你这切出来之后呢、这个切出来就一个手肘柄嘛、然后把边缘切了，看看它的裂怎么样，如果是吃不进去，这个手肘就能压出来，这里因为这边没裂，看到没有，这里应该有，我这里有个，这样就这一条、这里一个手肘，到时候如果是这里哦，它这种裂不进的话，我们可以套在这里套一个这里套一个，这个啊，套这一个，靠上面。这边绿正好套到，靠客人，财运来了，靠客人财运来了。
好，好，我该这色很漂亮哈、哦。